今天好像又要过敏了。我今天不是手受伤吗？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样子，其实已经差不多好了。反正就是我之前手受伤的时候，我打了第一剂的破伤风啦。但为了要有10年的免疫，我必须要打3剂。然后我第二剂的 deadline 就是这两天，所以我今天特地起了一个大早，也没有到大早了，大概就是8点左右，赶快去打完一针就可以结束了。应该就是带身份证跟这一张吧。Alexa's dreaming now, drifting off my couch. We walked down the street, she's walked 1,000 times. At the AM that night, under palm tree lights, for the first time I came alive.Hello， 大家好，我们俩今天光明正大的翘班，提早下班，光明正大提早下班。对，我们俩今天约好了要去一个 event， 然后这个 event 就这么刚好就在我们公司旁边，大概走路10分钟吧，我们快要到了，其实。今天的 event 是一个酒店跟一个蜡烛的，应该是 collaboration 吧，因为。然后这个蜡烛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一个香港西贡吧。西贡啊。西贡的品牌叫做 Be Candle。你记得吗？我们在铜锣湾一起买的。哦，在铜锣湾那个 Cat。上个月去那个西贡的时候有去 Be Candle 的 shop， 然后我买了一个，是雨的味道。哦。Rainy day。你回家拍给我。桂花，那个叫 Jasmine Peach 的 Panna Cotta。这边呢、有跟 Be Candle 在这边做一个 pop up store， 这个 menu 也会跟着 pop up store， 就是一路到年底12月31号。Be Candle 他们有一个回收的计划，然后在港岛就在这里，对， East， 在 East。就是by the way， 这个对，我先讲，这个不是配，这不是配的。我现在大家都提倡环保嘛，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不用的容器，你就可以拿带到这里来，然后选自己喜欢的味道，然后他们就会把它收走，然后 Be Candle 就会把蜡烛放在里面，然后呢再寄到你们家，所以就有点像是把没有用的东西变成一个更好的样子。再重新说，我们不是业配，不是业配，真的不是业配。因为如果有的话，他要分我钱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在太古城的旁边，所以当然是要来吃把风咯。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好像没有什么拍到我今天在公司的工作，
vlog。 原因是我今天一直在 interview 跟 meeting， 不过我今天有 interview 到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 candidate， 希望可以早点找到同事啦。另外一个令到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今天的 buffon 红萝卜很少，只有八条。What a good day！ 另外一个我喜欢在店里吃把风的原因是因为，同色哥啊就会有那个饮料，如果是外卖的话就没有。我今天想要认真的跟把风喊话，拜托，外卖可不可以付饮料，不要付泡菜了，拜托拜托拜托。OK， 我想跟你聊一聊，剛剛跟你說的兩個 OK， 好好好，那這個我拒絕先啦。現在是六月、七月和九月，這樣 OK 不 OK 啊？ OK， 好，拜拜。這麼三更半夜的，我們來聊點什麼呢？我們來聊追星好不好？因為我最近又陷入了新的戀愛，雖然我已經快三十歲了，但是年紀並不影響一個人，你知道，喜歡另外一個人的心是吧？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滥情的人，所以我很有可能会就是喜欢非常多个人。我常在某个瞬间就是会陷入恋爱。那我最近呢，就是大概跟13个人陷入爱河。听到13，你们有没有想到哪一个什么团体？来，我们一二三讲出来，一二三 ，Seventeen。如果你有在关注 K-pop 的话，应该就是一定会听过 Seventeen。那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就是太 get 到他们，应该说我很少。在追男团，我大部分都是喜欢女团比较多。我喜欢过的男团应该就是 SHINee， 然后可能 Big Bang 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 BTS。而且 BTS 我也是最近这一两年才入坑的，就我之前一直不是很懂为什么大家会追男团。我一开始会入坑是因为无意中看了《出差十五夜》罗 PD 的节目，然后我看的时候我是完全不认识他们的，然后我也没有抱着任何的期待去看那个综艺，但是我整个从头笑到尾。然后还有那个伊庸吉他的节目 Hoshi 那一集很有名嘛，然后最近是那个 Joshua 跟 DK 上去了，然后我就整个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可爱，怎么可以这么有趣。然后呢刚好他们最近又出了首新歌是孙悟空嘛，我整个就是我的菜你知道吗？他们之前的歌其实不太算是我的菜，但是孙悟空是。总之就是因为综艺加上舞台，我开始就是 Oh my god， 我开始你知道有这种恋爱的感觉了。为了他们我下载了 Weverse。我是不是很夸张？快要三十岁还在追星的女子，因为我是自己默默的开始就是追 Seventeen 嘛，然后就有一次在公司无意中发现，原来 Vicky 最近也很迷 Seventeen， 然后我发现她比我还要更疯，她比我还要就是陷的还要更深。因为我是一个很新的克拉，所以我不敢说我自己是就是团粉，但是我的确整团我都觉得蛮喜欢的。但如果真的要我评，可能前 Let's say 前五名好了，第一名是静翰。首先他真的长得太好看了，然后有种那种破碎感，但是他在综艺或是在舞台上面又很有那个反差。然后呢第二个现在应该是 Wonwoo， 他的样子个性就是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个感觉完全就是 my type。 第三名应该是 Hoshi， 他真的太可爱了。然后第四名应该是 Joshua。 第五名的话最近开始慢慢 get 到那个盛款了，哇，我默默的讲 Seventeen 讲了快要十分钟，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你知道的近况。 By the way， 就是这个我都会跟伊恩分享。然后伊恩其实因为他有一票朋友非常喜欢 K-pop， 伊恩比我还要早认识 Seventeen， 所以我一跟他讲他马上就说，哦，原来你的前三名是谁谁谁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对，但不觉得他真的很可爱吗？真的长得很好看。然后伊恩就会讲，哦 no 这样子。 I'm happy on my own。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Fewer dishes to be done. I'm never running behind. You're never on my mind.Sorry， 我知错，对唔住，因为我见佢今日拍，佢好耐冇去公司拍片，我话咦你今日拍片啦，我今日好似都 OK 喎，佢就开咗部 camera。Hello， 大家好。你要展现一下你的瘦身成果。哦，有吗？有。观众各位观众朋友，之前我喺 Simple Channel 系咁噶，而家应该即系未去到好瘦啦，应该都可以 up 得下人系嘛？有啊。你想唔想啊？
就比我高啦，然后好人，喜欢小狗狗，喜欢看 YouTube， 喜欢 Press Play。哇，过来，那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就可以过来 interview， 我们做同事。你想要办公室恋爱？我想试一试。室内相亲是不是？对对对，我想试试，就是你们在这边开会，然后我们在这边开启。好啊。那你帮我放着咖啡。我今天跑来 BTS 在 K11 的那个展览，然后刚刚抽了一个那个是谁呀、啊？哦，我刚才说如果是 RM 我也可以耶。G 不是是 B 哦，不是 Sorry B 尾 OK 啊 ，B 尾 OK 这个你有吗？你有 Jimmy 吗？没有、啊，没有有。今天的展览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秘密，你要进去才可以知道，所以我都没有拍太多。然后我今天旁边是 Crystal 来打招呼。几年前因为工作认识，然后我们因为 BTS 然后开始熟了，开始熟了，我就开始聊工作之外的事情。对对，他常常发金明的那个表演给我，然后我就转发那个琼库的那个 reels 给他。刚看完 BTS 展览，马上追金明的 live。Hello， 各位，这位小姐 ，Hello， 我在化妆，我们现在准备要开会喽。我进来的前五秒，然后我才把那个粉底挤到那个手上面，我说，我刚出去叫他的时候，他脸上是这样抹了那个底妆。你现在感觉很 put together 哎、那就是跟大家 say hi 一下 ，Hi，Hello。사랑한다고말해줬다면믿어줄수있겠니넌오직상처만받고있었지来大家 say hi 미안해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같은너만고통받고 我前几天在 Donkey 买了这个微波的白米饭，我只能说日本人真的很厉害，这个白饭超好吃的。我每次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煮一杯米我都会吃到剩下一点，但煮两杯米我又很容易就是没有办法连续把它好好的吃完，那我就觉得很浪费。所以如果我只是一时兴起想要吃饭的话，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 By the way， 我现在在看浪漫医生金师傅，今天是 TGIF， 然后我弄了一个花椰菜炒泡菜牛肉，然后 Cheers。 在哦，한국외상데이터베이스 KTDB 에준하는더걸릴것같은데요大家好，刚发生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我今天要来拍照嘛，因为客户寄给我一箱那个产品，然后我就抓了几个我就出门了，就会发现原来里面是有分的，我以为全部都一样，然后发现刚刚少了其中一款，我刚在就是大雨中狂奔去购买剩下那个产品。 Charlie 你是不是觉得也不意外了？啊，不会啊，你平常都不会这样。哦，所以今天是平常是很尽责的吗？哦，今天是一个很低级的食物。有冇電池啊？入邊？電池入邊應該係有埋嘅，係啊，直接開機用就 OK 嘅。咁
機係俾咗錢嘅。誒，仲未仲未，係咪可以俾卡㗎？可以啊。我啱啱講話嗰個我想買嘅。Ultra 先。係係係，係咪可以到貨嘅時候再話俾我知？好啊好啊，我叫佢知你啦。bring 翻張單。好。Another kiss. Welcome to Hong Kong. Came to find you finally. Hello.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